屏东火车站一早大排长龙，让好几个弯看不见尽头。家长带着小孩追着疫苗跑。因为在预约不到，所以我们就来屏东打。新北要照预定计划，可能还要到下礼拜什么时候还不见得有。这位爸爸趁着出差，加上小孩远距上课，干脆把小孩随身携带，一早从屏东卡位，新北学校虽然有安排打疫苗，但日期没下文，等待的空窗期风险高。听到屏东随到随打，风雨无阻，来抢苗。小孩子学校有那个嘛安排是打疫苗，太晚了，等到学校要安排是打的时间会太晚了。 10岁小朋友好不容易卡位排到打疫苗，但打完针出现晕针症状，紧急送医。阿嬷和爸爸一脸忧心。他晕针啊！他晕，大概晕。没有啦，不要打。晕针啊！疫情传染力真的太快，哪里有疫苗就往哪里跑。明明在屏东开打，但新北、桃园、新竹外县市家长为了一剂疫苗不辞千里也要往南冲，因为能早一天打就能多一天保护力。4:50要抢头香啊，不然排不到。为了让小孩打一剂疫苗，阿公阿嬷和家长几乎全家动员。为了儿童疫苗全台跑透透，真的心力交瘁。记者张春华，屏东报道。